没想到我们家阿香有一天也会吃饭吃到睡着。阿香，你饭饭要不要吃完再睡啊？你要现在睡哦？吃完再睡啊，来，走吧走吧。啊嗯，啊嗯，认真吃啊，吃完饭我们再睡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眼睛都快闭上了嘞，有这么想睡吗？今天外面风和日丽，吃饭吃到要睡着，笑死了，眼睛都闭起来了。加油啊！你饭饭还那么多哎，才刚开始吃就想要睡。振作振作，来。睡意满点。